春天来了，很多同学不会画笋，今天珊珊老师教大家画个笋。首先赭石加淡抹，阳毫侧锋，两笔按出叶子，注意叶子的形，一边直一边弯，从下往上一片包裹着一片，由大变小，由宽变窄，等干后用淡抹勾出纹理，点出斑，要有大小变化，参差错落，勾出叶间的绒毛。完成，有学到吗？记得点赞告诉我。